这是 GN1080CCD 杠 C 多模板定位切割，做的是发边切割。开始吧，按开始。开始。这是绣花的花边，因为绣花的花边是每一个绣出来都会变形，布料很软。那我们这里面做了有10个模板。它自己匹配不同的流行定位切割，往下拉吧。切割出来的效果，花边效果。